间，不管平日假日都在排队的米其林推荐正宗韩式 barbecue， 整间店只卖猪，不用自己烤，而且店员都好帅。它是位在新沙站的 Group Down， 圣水洞也有，要先到现场登记后位，登记后可以去旁边的林荫大道晃晃。平日晚上等了大概一个小时左右，肉的选项不多，就都各来一点吧。韩国的烤猪真的很优秀，各种蘸酱包料随你搭，配上大酱汤超级享受。你喜欢松露炸酱面，第一次吃到松露配炸酱面还意外的很搭，吃完一个人消费大概1500块左右，下次会为了店员再来一次，跟大家推荐。